公职，赵孝谦本以宗子，居养晋中，后因故疾归养东南，孰料知国以来，凌虐闾里，横行郡国，世庶惊骇，夷郡骚然，平陵之行实愧燕翼之谋，可特责降吴国公、吴将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，不得亲疏公事，故兹赵氏相宜之息。将军劝进，可莫怪本官没有说清楚，这是郡王递了折子自请的。赵谦，赵谦，你在哪儿？赵小谦，赵小谦，赵小谦，赵小谦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赵孝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下赵氏汉臣，乃赵氏皇族高祖之孙，武昌节度使蒲王之子，曾经受封的就很多了，什么武昌军节度、鄂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还曾经是巨鹿郡王。如今我只是吴国公。赵氏汉臣，新月吴江府文书之女谢小满，诚心求娶汝为吴之正妻，一心待之，白守之，不离之。不知小娘子可愿嫁给我，生同妻，死同穴。我愿意。那就多谢小娘子了。